楼下有原版的。这里不是有一个吗？哎，好了，那再拿。再拿一个啊、哦！对对对。猫人在现在。那里下雪了。昨天啊，这个上山赏雪的民众把通往山上的道路都给塞爆了，当然车况也就……你看到我吧？看到。你干嘛这样说？很夸张。反正就是，是啊。那开片的时候就超级无聊。我想我是变什么很糟的样子吗？快点啦，还没用好啦。我真的是花吗？帮你拍照。开车啊？哎，问爸爸，问爸爸。哦，他说爬爬够了，要传简讯给他，你他比较好传、哦，对不对？好、啊，好，等下传给你。好，拜拜。从古相他要输在爬爬够。哦。你现在有办法传吗？我来，还是我来传？你可以传。跟我一样的速度。怎么你的秘密他们都知道？他总共有七台啦，爸爸有报名五台，然后他们两台，只是其中一台换成他。我要跟你借充电器啊！我要带你的那个相机。他说他在做正事，我都觉得很。你暂时先不用关。哦。黄浩庭，手机。哎、欸，黄浩庭，那你坐好。我想那我一套上去就好了。那你就是在套上去之前都是这样。哎，对，我有拿穿上束裤才不会那么胖，对不对哈？嗯。Hello， 新娘，新娘，恭喜恭喜，嗨。Hello， 好久没有看到，好久真的好久没看到，哇！现在在那边化妆哈、啊，对、啊，还照相啊，一边化一边照啊，嗯，对啊，哎，对呀、啊，今天主角呢，谁当当呢？没睡饱啊！你是很早就睡了。我先拿项链，帮我先拿。应该是最饱的。家里都是多一个人，对，对，对不对？给几嘞？到时候会多三个。多一个，三个，三个男的吧？三个结婚不是三个？三个人多了三个，少了三个人。哈哈哈哈哈！想说那三个从哪来是？对啊，我想说不才一个啊，现在你三个，需要人家帮你穿吗？要啊，当然要啊。可是你会过敏，你要擦动作擦花会不会那个？过敏。你先涂一层。我有了，我已经有那个。你已经涂了。涂层保护膜。都已经有擦过过敏了。我好紧张哦。你紧张？你要结婚紧张？你紧张什么？我收起是准备。收起什么好紧张？是拿了就装。拿了就装，对不对？要保护。这么简单，紧张。眼睛左边比较肿。就这样，我那天连续哇要睡之前喝太多水，就是很久之前。对啊，前一阵子比较好，现在又那个。哎，黄仔。干嘛？黄仔。干嘛？打个电话给我。
到时候到的时候到那边了。那听到鞭炮是不是，他不是要打电话通知吗？对啊，他到的时候会先打电话给我。因为我是万能的。啊，鞭炮有放吗？有吧，已经挂在门口那边了。在哪里？小文是戴眼镜的，对啊。很淡吧？我还没，我看不到。我看不到，插不进去。对，那个柜员就是有两份，可是那个都不要拿。他不要我们那一份，他给我们那一份那个柜员不要。不用了，没，就是他所有东西都会准备两份啊，然后我们都拿一份起来啊，对啊，然后另外一份他都会退，他就会就收回去嘛。可是就是柜员，你那一份你不要拿，就两份都给他们。对啊，他妈妈说了。哦，那什么问题？对啊，好像什么龙眼是什么，他新郎的眼睛之类的。对啊，所以就两份都不用拿。好了，没关系的。他不小心，哎，停，把新郎的眼睛拿来了。他应该会这样，他就哇，怎么办？他就把龙眼拿起来几单了，不是，我是说那盒子这样的，对啊，就是龙眼，结果只拿龙眼，也要拿龙眼。啊，讲我做袂低分，我哪会低分？我做个会低的，一大项会低的，啊，半袂低的。半了。我不会再买一碗面食，半了。十二桌，哎呦，刚刚拄好啊。有拄好呀。嘿，拄。敢那十二桌安尼，还是吃饭啊？吃较好吼。好 ，OK， 好，出发。没有空吗？啊，他们说那个，可以，他们可以出发了吗？可以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以加付款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没问题，自动拍摄很多啊。我想就请规定，我一般上少请规定啊。没有进来，对对对，可以了可以了。你要进来吗？你要进来吗？写的，写好了。我是干嘛？老吧，我这个老了，老了，小学。小学啊，不是同学，同学。